宝丽朗朗之声书桌学习琴，它有49个琴键，可锻炼手指的灵活性，对手眼脑的协调性很有帮助。8种音色设计，3种教学模式，运用现代化教学理念，让我更易学习。还可连接手机或 MP3 欣赏更多的乐曲，加上麦克风可边听边唱边弹奏，插上耳机就能一个人享受音乐。